公事谁来晚餐，每集带你拜访一个家庭，并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共进晚餐。在台湾，由于不重视体育，几乎每个职业运动员都是靠自己的力量打出一片天，家庭背后都有一段辛酸故事。今天的主角就是家有壁球选手的黄家。黄正尧27岁，台湾第一位壁球职业选手，目前排名台湾第一，目标是打进世界前80名。他想找谁来吃饭呢？我想要找周杰伦。爸爸黄德胜58岁，原本是科技公司总经理，退休后全力支持儿子逐梦。他的来宾名单有谁呢？其实林书豪是蛮适合的。刘彦勋呢？刘彦勋是网球打职业赛的。妈妈蔡月霞53岁，家庭主妇，兴趣是插花。谁是她的梦幻嘉宾呢？找虞美人吧。姐姐黄伟婷29岁，目前怀孕5个月。姐夫邱一山33岁，两人在桃园经营室内设计工作室。他们的来宾人选是？我想找林忆杰。会是哪个嘉宾上门来做客呢？在来宾到访之前，先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家吧。今天的东道主是曾经代表台湾参加高雄市运的职业壁球选手黄正尧。为了把球打好，他的生活全以壁球为重心。这个是壁球，它的回弹的速度如果最快的话，应该是全世界球速最快的一个，应该有到200公里这样子。这个是壁球拍，它比羽毛球还要重，但是比网球拍还要轻一点。这是一个标准的那个壁球场地，因为它方便观众外面的人可以看进来，所以后面是做这种强化玻璃的方式。它的脚步有一点点像是羽毛球的做米字型的，但是比较多蹲的动作，然后比较多转身的动作，它会可以击出各种角度的球，所以你的反应要非常的快。正尧的家人也都喜欢打壁球，周末全家人最常做的活动就是一起到小巨蛋的运动俱乐部打球。姐姐伟婷即使怀孕了还是会来打球，每个周末都一定来，因为桃园的话没有什么壁球场，然后球友都来这边。怀孕还可以打？现在可以，再大一点可能就不行。那你家打球都是谁垫谁？你垫谁？你垫他吗？可以啊，老公没问题啊。进去就一下就爆掉了。你爸爸垫你吗？有困难的。垫不了他。有困难的。年纪的问题。对啊，你要一个那个差2轮以上的人，这样好像太苛求了。小心球不要直接打到肚子哦，球不要打到肚子啊。他今年也有选上第一名。什么样的第一名？国手，女生第一名，全台湾。他也是跟我同时间就开始练了，对啊。姐弟俩学打壁球有15年了，然而壁球在台湾很少人会打。黄家会接触到壁球，是因为爸爸参加了运动俱乐部。入会的时候呢，缴了一些钱，他们说那是送你们家庭有拍子，送球拍给我们。那两个小孩子就打进去打球，打球了，又一打迷上了。家人之中，以正尧对壁球最着迷。为了满足儿子学球的欲望，爸爸到处找机会。云林啊，嘉义啊，高雄啊，什么只要有高手、有比赛、有活动，我都带去。有将近5年的时间，黄家假日最重要的事就是跑遍全台打壁球，也因此认识了正尧的启蒙教练。这个是 Alan， 杨教练，他以前，我以前小时候都是他带我爱上壁球这个运动。然后以前他是台湾第一名。教他教多久？差不多是小6吧，是不是？对，小6开始，小6就开始带。蛮认真的小朋友，那时候眼中只有球，看到球就拼命跑，虽然跑不到，还是拼命跑。壁球也让正尧的青春期过得跟同学不一样。同学下课忙着补习准备考试，正尧却是赶着搭捷运去球场练球。对，学校老师会跟我讲，啊，黄太太，你的心中焦乱的，恁囝已经要考试啊，你搁回去拍球。就利用在做捷运的时间，就赶快读一读。
那当然如果读不完回到家，练完球回到家还会再读了。然而沉重的升学压力逼得郑瑶不得不做出选择，他放弃念高中，就是不想顺从妈妈的意思去考大学而牺牲自己的兴趣。他要求我答应他，他要念五专，他说他五专他可以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课业压力，我还是答应他了，因为我觉得那是他的选择。我觉得小孩子本身他有他的理想，或者他有像逐梦，他想要去创造一些他自己未来的东西，我想我都会鼓励他。有了爸妈的支持，郑瑶更能在壁球场上全力冲刺，多次以台湾青少年选手的身份在国际赛崭露头角。这两个日本的奖杯呢，一个是17岁以下，一个是19岁以下的败部冠军，也就是说他们打上去的时候碰到强的会被打到败部，然后在败部里面就一直打一直打，打到最后打冠军。那刚好他那一年他同时打了两个组，17岁跟19岁的，因为他来17岁，他连19岁的那一组也去打，所以他两个败部冠军都在这里。就在20岁那一年，郑瑶决定迈向职业选手之路，挑战更多世界高手，让自己的球技更突破。那我觉得我既然这么热爱壁球，然后爸爸又这么支持我，我觉得要尝试看看。在郑瑶之前，台湾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位职业壁球选手，身为先驱者的郑瑶将会碰到多少困难呢？为了成为职业壁球选手，郑瑶在2007年加入世界男子职业壁球协会，简称 PSA， 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没有团队的郑瑶，第一年打职业赛就在马来西亚的赛事中闯进8强，让各国选手很意外。从来不知道台湾有职业选手可以出去打，然后还打的成绩还不错的，因为他是从会外开始打，会外第一轮、第二轮再进会内，会内又打第一场，第一轮、第二轮都赢了。然后呢，他们报纸就开始，他们的这个资料就开始有报道出他这个黄镇瑶呢是历史性的胜利在马来西亚。然而在台湾，壁球运动属于冷门中的冷门，政府的补助资源接近于零，大环境的现实让很多好手为之却步。但是郑瑶仍然一心想打职业，挑战自己在世界排名的目标。我自己目前觉得自己的实力大概是摆在80到100名之间，世界的实力。现在是这个月是175名。我觉得自己一直觉得说自己，还没有达到那个部分。在没有任何资源与资金的情况下，郑瑶只好一切靠自己。他靠教球来筹措出国比赛的花费，而训练则是自己土法炼钢。这个专项的壁球教练是我自己在当，我自己当我自己的教练。那体能的部分跟他们那些就是体适能或是做体能很厉害的那种有专业的教练去做讨论，自己当实验品当选手，然后再继续讨论。每年光是出国比赛的旅费至少要100多万元。然而凭郑瑶目前的排名，只能参加总奖金15万到60万左右等级的赛事，即使打进前4强，奖金也只够支付机票费，因此郑瑶在国外过得很困难。这个是我的行李箱啊，我常出国都是就只带这一个。刚转职业的时候我就买了这一个行李箱，那所以他陪我度过这个我打职业的这4、5年，从原本还蛮新的，然后到现在已经很多刮痕，伤痕累累。很多时候，郑瑶甚至连一个能舒服睡觉的地方都没有。睡地板啊，睡沙发啊，这都是还蛮为了省钱，都还蛮常有的情形。也有睡那种床垫是非常的小，然后又缩的还就是挤在一起这样子那种感觉。有一次因为缺钱，让郑瑶的职业生涯面临中断的危机。爸爸德胜主动表示要帮忙。啊，我说没有关系啦，如果你真的一定要想打，哦，爸爸这一边有能力就一定会帮你达成，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你出去了的花费什么，你有缺你就跟我讲。但是他的个性很强硬，他要自己赚自己花自己用。
为了到全世界参加各种比赛，让自己的世界排名晋级，郑瑶把练球以外的时间都拿去教球赚钱，常常忙到晚上十点多才回家。晚上回来要晚一点，但是他会回家吃的话，我就会用这种盘子啊，装菜啊、饭啊给他留，就是让他回来的时候可以吃。他就是食量大。对，所以他饭都要好多。看着郑瑶每天早出晚归，体力消耗又是一般人的好几倍，妈妈月霞心里很舍不得。就是用自己的身体来完成自己的梦想，但是问题用身体完成自己的梦想，其实是很辛苦，因为身体毕竟还是身体，它也是会受伤，也是会累。除此之外，郑瑶身为老幺，也让家人担心她能否适应一个人在外的生活。她练球基本上很多事情是她必须要自己去完成，对她来讲这件事情是完全违背她的天性，因为她的天性是那种就是我小时候也是走到哪她就要跟到哪的那种人，她其实是我们家的跟屁虫。姐姐是在一年多前嫁出去的，直到现在郑瑶还不太适应家中没玩伴的时候。自从有了这两只狗，就是常常家里打电话来，就是周末你要不要带狗回来？我会问说周末我们什么时候回来？谁问啊？他，他很常问啊，他很喜欢这两只，所以他打给你不是要约你，对吗？都有了，他要确认一下狗什么时候会不会带狗。即使家人都明白郑瑶的壁球之路辛苦又孤单，却没有一个人反对他，因为面对大环境，支持他才是唯一的办法。体育在台湾是不是很受重视？尤其是壁球这种冷门的东西啊，唯一的支持真的只有家里。你如果讲帮助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条件，他需要什么就要给什么。为了让郑瑶在壁球界站稳脚步，家人倾尽全力帮忙。这几年来的大比赛的片子都有，不管是网络上抓的呢，还是我们自己出去有摄影的，还是去买的 DVD， 全台湾大概没有人比我们更多了。像这样一瓶就要2100，超120颗。所有压力都要一个人扛，让郑瑶很沮丧。他说：“我今天如果在国外啊，死在球场的话，也没有人会知道。那我到底为什么？”今天的东道主是家有壁球选手的黄家，儿子黄郑瑶一心想在职业赛打出一片天，家人不忍心郑瑶孤身奋斗，决定帮助他在壁球界站稳脚步。爸爸德胜退休之后，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儿子身上，他最常做的事就是帮郑瑶穿球拍线。黄正瑶大概一个月换四支五支吧，就是线这个线，那我就要帮他们穿这个线。他就跟我讲说，他常常在忙啊，有时候他的线回来的时候就这拍子断线了，以后就丢给我，那我就开始就去跟他学嘛，要怎么穿怎么穿。好，那在家里有空的时候，我就帮他穿线。穿好一支球拍线需要大约一个小时，除了儿子的球拍，德胜也会帮球友穿线。长时间下来，德胜特地将穿线台做改造，方便移动。坐人推车，有时候你在穿的时候呢，你就说啊，很无聊，那你就听听音乐或者看看电视啊，这样。穿线之余，德胜也会上网帮儿子搜集壁球资讯，家中跟壁球有关的影片多达上百支。这几年来的大比赛的片子人都有。不管是网络上抓的呢，还是我们自己出去有摄影的，还是去买的 DVD， 全部都在这里。当时有人出片子，我们就想办法在上网上一找，找到了我们就去买。全台湾大概没有人比我们更多了。因为请不起国外的教练，所以只好借着影片学习高手的技巧。此外，德胜也会将郑瑶的比赛录下来，一起看片讨论如何改进。这个是高雄市运，那个他跟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人打，刚好在正后方的上面，所以我在摄影。这是第几轮的比赛啊？这第一轮，因为我不是一个种子，然后我第一轮就对到
对到第二中指。以前在打都是靠反应嘛，现在。可是那时候体能状况也是很好的。那个 side word 的概念，就是不要 touch side word 的概念，还有 target 的。没有，其实那个时候就有了，那时候就有了。这样，这个延伸下去都是很低，然后真的没有办法。你像你这种样子都没办法做变化。对啊。每次讨论，爸爸都会用高标准来检视。然而场内场外，两人所要面对的压力与情境完全不同。郑瑶常觉得不服气。会吵，一定会吵，因为那个这个。不可能这样打出来的吧？有时候他会用他的想法啦，但是他常常会很主观的认为说，只是看这个事后比赛的片子，你怎么会知道我当时在里面，我是不是做可以做这些动作，可以做那些动作？那我的看法是说，你做不到，可是你的对手做到，或者说别人做得到，在那时候他能打出这么好的球路出来，那你就是要学，你就是。不过毕竟父子同心，两人逐渐找到沟通方式，一起规划训练方法，像练习一打二就是其中之一。他两个人打一个的时候呢，里面一定会比较急，所以黄振尧要在练的过程里面还要闪过那个人，所以增快他的脚步跟反应，这样对他的职业赛呢会有很多的帮助。看片、训练、比赛，再看片检讨，父子不断寻求突破。在2010年澳洲的职业赛上，郑瑶在没人看好的情况下，爆冷门打败当时澳洲排名第一的选手 Mike Corran。他把他打下来，在第二轮碰到的时候，所有的澳洲选手就认识他了，说哇，台湾来一个选手这么厉害，把我们这边最强的就3-0就把他干掉了。所以他在那边是所有的选手就认识他了。郑瑶的胜利不仅惊艳澳洲球坛，也给自己很大的力量。赢了之后也让我有更多的信心，然后我觉得就是打之后遇到也是很厉害的选手就更有信心。对郑瑶来说，爸爸是帮助他进步的重要推手，也是最坚强的后盾。除了带更多的胜利回家，郑瑶更想带家人亲临现场。有时候在国外的时候，然后打得特别好，然后我会觉得是国外的那些观众去替我加油。如果能够让我的朋友或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家人能够也能看到我成长，我觉得对我来讲其实也一直是我希望的。对啊，壁球是一项相当耗费体力的激烈运动，想要打出好成绩，体力是重要的先决条件。平时郑瑶都待在台北小巨蛋的运动俱乐部锻炼体能。哦，这位是我的训练员朋友，好，他叫佩芳，然后他的职责就是帮我看我的训练的东西做得对不对，然后帮我规划这个训练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他就是都练过头，这样练太多，然后硬练。因为我很怕受伤，因为受伤要再修复，其实要花很久时间。那你等待的过程里面，你可能肌力强度也会，你就说我很认真，不就好了？好了，你很认真啊，这很开心吗？讲这么多。两人是在俱乐部认识的，佩芳知道郑瑶没有经费，仍然愿意免费当他的训练员。这天要做的是爆发力训练，主要是增强肌力以及提升敏捷性。我们都叫做爆发力训练带。是哦，你看我们说这叫刑具。刑具，刑具，对。有点弹力。训练的内容还有抛接将近3公斤的药球，以及弹性带练习。每一个动作要确实之外，速度也要越来越快。而休息时间也是有限时的。这天气温高达30几度，气喘吁吁的郑瑶忍不住跟佩芳讨价还价。大概10下了。快就不停哦，那这样子15根本做不到什么东西啊。好，那就15，15，然后15停，15。开始。早上练完体能后，下午再做专项训练。一整天下来，衣服常常湿了又换，换了又湿，因为要洗的衣服实在太多。郑瑶在家有专属的篮子。这是每次回来都会拿一袋一堆衣服回来，然后麻烦妈妈。一天的话3轮，
那个衣服是完全湿的，真的味道蛮重的。我那时候才体会到说，为什么洗衣工在煞时的时候会感染啊，然后第一个走的就是洗衣工。为了提升竞争力，郑瑶比一般选手花更多时间训练，一周练五天，每天至少六个小时，分量与难度是别人的好几倍，长期下来难免会负荷不了。快爆他就是会吼啊，我会一直骂脏话，擦他妈妈什么之类的。你有听到？你有印象深刻？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点，就是绝对不是对着配方讲，我是在气自己想要练，但是速度又上不去，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倦怠，然后身体也非常疲劳。然而，当郑瑶一个人在国外比赛的时候，遇到任何挫折或被打压，由于人单力薄，所有情绪都只能放在心里。就是自己出国，然后要面对，不管比赛的结果是好是坏，都要一个人去承担。因为今天这个国家不是他自己的国家，而且这个地盘也不是他的，他完全是一个人。他要学习接受。回顾五年来的职业生涯，郑瑶一直是孤军奋战，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才懂。妈妈记得郑瑶有好几次因为太寂寞而哭了出来。她说：“我今天如果在国外啊，死在球场的话，也没有人会知道。那我到底为什么？”然后她说她那时候超想哭的。我说你要发泄出来，要不然你会生病。你要把你的那个苦要发泄出来。那有哭，表示就是在发泄。壁球选手的生涯大约35岁，快30岁的郑瑶，眼看同年纪的朋友纷纷成家立业，自己却还在为梦想跌跌撞撞。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平衡，让郑瑶很为难。也是想要存钱啊，买房子啊，或是成家立业，其实都会想交个女朋友，但是，不大像壁球一样，我可以很好去掌控。不论未来在职业生涯会有什么结果，郑瑶都坚持往前冲，不断超越自己的极限，因为她不趁现在全力一搏，以后就永远没机会了。年纪大了回头来看，我会后悔我没有选择打职业，但不会后悔我没去趁现在去赚很多的钱。所以我可能比别人傻啦，比较坚持一点，然后比较对地球真的比较执着。为了帮助儿子逐梦，月霞从吃来着手。他知道饮食能帮助运动员恢复体力，因此煮饭都会特别费心。除了做儿子爱吃的菜，调味也刻意改变。他吃的味道比较重，因为可能他流汗，像我们都觉得已经够咸了，可是他觉得说太淡了，所以他在家里吃饭，我就是会以他为主。他也喜欢吃这个臭豆腐。味道重一点，可能对他来讲，他会吃起来会觉得比较下饭，而且他常在国外嘛，根本不可能吃到臭豆腐。每次都配合儿子的喜好来煮，久了菜色自然没变化。郑瑶难免会问：“我较煮嘛，这出的。”我说：“我们家就只有这出的呀，我要吃多这出的。”然而月霞知道自己毕竟能力有限，无法像专业的营养师为运动员量身规划最佳的营养菜单，所以月霞会买营养食品来弥补。然后针对就是说国外那个选手告诉他们的那个营养品，然后他回来我就会跟他在台湾找。有些部分就是我们一般的营养品，例如说钙啊，运动员他需要有那个钙的补充啊，还有肌酸啊，例如说他吃的时候会更有爆发力。这些营养食品在一般的连锁药局就能买到，可是价格并不便宜。差不多像这样一瓶就要2100这样，大概超120克，蛮贵的。
每个月花在营养食品的钱将近10000元。然而月霞并不觉得是负担，因为儿子的健康比金钱更重要。我不要我的儿子是某某某，是什么在壁球或者在运动这一块是大家都认识的谁谁，我要的是一个健康的孩子。这天晚上郑瑶不用教球，全家相约聚餐，住在桃园的姐姐和姐夫也回来了。为什么要煮这么多蛋？他每次都要吃两个。吓到了。他是小丹丘哎。训练的时候会吃多一点蛋，有做重量啊。郑瑶知道妈妈花很多心思在自己的营养上，自己吃外食也会开始注意营养，像是尽量不吃火锅。其实我很爱吃火锅啊，但是以前是都会喝那些汤，那现在就是少喝一点这样子。喝那汤是干嘛？为什么不喝汤？就尿酸会比较高，隔天其实打球就会感觉就负担比较大，做训练的时候。趁着晚餐时刻，来了解黄家人想找谁来吃饭吧。周杰伦，他的歌陪我度过蛮长的一段时间，那直到现在我还是在听他的歌。我会想说找虞美人吧，是一个很好亲近的朋友。喜欢体育的爸爸和姐姐则是想找运动员。最近不是林书豪要回来吗？其实林书豪是蛮适合的。吴彦勋呢？刘彦勋是网球打职业赛的，他走的这个心路过程跟黄镇尧也是蛮像的，之前都没有资源，也没有赞助商，什么都没有，然后自己努力一个人想打，如果认识的话应该会有很多话可以谈。我想找林毅杰，我看过征服北极，然后我觉得他的态度，就是他的正面思考那种态度，我觉得很适用在所有的运动员身上。究竟是哪位嘉宾上门做客呢？就让我们稍后揭晓吧。为了消除训练和职业赛的压力，郑瑶的舒压方法是去冲浪。每次只要假日我有冲浪来冲浪，就是可能有泡水的关系，然后让我肌肉都蛮放松的，心情也会比较开朗一点，而不是都是在狭窄的那个空间里面。还是冲浪新手的他会发生什么新鲜事呢？今天的东道主是职业壁球选手黄镇尧，为了一圆成为顶尖球员的梦想，他靠自己和家人的帮忙走遍世界各地打比赛。虽然练球必须全力以赴，但是镇尧还是会找时间让自己放松。每个星期日是镇尧休息的日子，只要天气好，姐姐伟婷和姐夫都会带他去冲浪。每次只要假日我有冲浪来冲浪，就是可能有泡水的关系，然后让我肌肉都蛮放松的，心情也会比较开朗一点，而不是都是在狭窄的那个空间里面。其实郑瑶为了筹旅费已经有好几个周末都忙着教球，难得弟弟今天有空，伟霆也很开心。然后很难得像今天就刚好早上有空，所以一起出来，不然有的时候假日都没看到他。这天冲浪的地点是在宜兰乌石港的海边，郑瑶还约了朋友一起来。其实我原本就喜欢海边，但是因为认识姐夫，所以就开始跟他学一点冲浪。姐夫的体力也是不错，冲完浪下午又要去打壁球，被我姐姐。结婚之前是反正就他打他的壁球，我冲我的浪，然后结婚了之后就大家学一下这样。这样才公平啊！我都被浪冲，对，那他要被球玩，他那种挑战。那么郑瑶冲浪的程度如何呢 ？Beginner， 又有班。因为如果我讲会冲，真的是太虚伪，待会就知道了。对。平常郑瑶都是拿福利大的练习板，可能是难得来海边太兴奋，他想改用技巧性高的短板。这个在挑战这个好不好？这对 beginner 来讲还蛮 tough。有了冲浪高手姐夫的指导，郑瑶的短板初体验结果如何呢？
面都还是都站不起来，就只成功。短板，所有人冲半年都站不起来。看到弟弟玩得很开心，伟霆索性也一块下水冲浪，大家一直玩到精疲力竭才上岸。那么郑瑶觉得打壁球和冲浪哪个比较累呢？会累哦，不一样的感觉，但是走出户外。对啊，走出户外，心情非常的好。其实郑瑶会喜欢运动，并不是着迷于挑战极限的快感，享受有同伴一起玩的感觉才是她最开心的事。而他也期待未来能和更多的人分享他的壁球世界。我因为壁球出国比赛或是训练去过了很多的国家，像是去科威特就蛮特别的，希望能够去像埃及，因为现在世界最厉害的国家是埃及。郑瑶经常出国参加比赛，一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国外，每一个签证的背后都是一段郑瑶独自在异国冒险的故事。现在的他不怕孤军奋战，反而很享受一个人的感觉。其实都一直在做自己所热爱的事情，长大了就会想的比较觉得要知足啊，要珍惜这个机会。郑瑶凭着苦练，好不容易在国际球坛闯出名号，甚至和许多顶尖选手成为好朋友，得到许多宝贵的经验。郑瑶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传承给下一代。我不想要让他们觉得他们没有一个方向，那我可以当作他们可以带往前头冲的那一个。跟上次一样做这个，然后退，磨，退。目前和郑瑶一起训练的俊清和巧琪，就是即将代表台湾参加亚洲杯的青少年选手。知道他们家境不好，郑瑶不但没收费，反而当他们像家人一样。看他的坐姿就知道了，什么？这是当自己家了，对。第二个家吗？差不多了，有时候叫我来他家睡觉吃饭，我就来了。然后之后有去巨蛋，几乎都不会来。对于小选手，爸爸妈妈也很照顾他们。每到国际赛前几周，经常有小选手来家里住。你们家最多住过多少人？不包括我们家人的话，是大概四五个。其实我准备了很多地铺，两三个躺地上，然后有的躺在床上那样。比较麻烦的是衣服，照三餐怎么洗，让他们洗。所以我们洗衣机曾经就这样子爆掉了。平时妈妈也会帮忙打理三餐。这天训练回来，妈妈提醒大家，今天是特别的日子。那就是郑瑶的生日。对，生日快乐。嗯，谢谢。今天生日哎，我知道啊。对啊，他们两个教练今天生日都不晓得，从来都不理我，都是我在照顾他们，他们都不会想要我们。都不会想要我们。教练在想要表示一下。他说，因为有镜头。没有，因为他们忘掉。可以纯正说你没有讲生日快乐。所以每年都要重播。除了期待新生代的出现，皇家也希望更多人能加入打壁球的行列。郑瑶的部落格就是在这样的想法下建立的。这就是 James 的部落格。从原始创意是他跟他姐姐两个人一起讨论，然后他姐姐就开始构思怎么弄规则啦、比赛啦、训练啦、方式啊这些介绍，还有国内活动、国外活动这些，全部都在这里面有。那是。部落格所有的资讯与管理更新都是姐姐利用工作空档一点一滴完成的，而爸爸丰富的影片资料也被放在网站上。放上去之外，他还会分析，这个选手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做这个动作，做这样子，他的自身的关键是在哪里，他会讲。郑瑶不担心别人了解他的打法或知识，反而烦恼别人找不到关于壁球的情报。他认为自己能在壁球路上走下去，是因为背后有一群人的帮助，家人啊，或是这些朋友不断的去帮助我，然后能够让我很放心的就一直往前冲。从最初一个人打球，到如今向所有人分享打球的乐趣，郑瑶不断缔造许多台湾壁球的记录。在他的努力下，相信不会是未来唯一的一位。
今天是来宾上门的日子，为了这一餐，家中的大圆桌是第一次搬到客厅，爸爸特别拍照做纪念。谁搬的这桌子？蛮重的哦。我搬的，慢慢拖可以。其实因为我们地板也久了，不是很在意说它会不会磨。郑瑶也提早结束训练回家，他还找了俊清和巧琪一块来吃饭。由于姐姐怀孕不舒服，所以今天的料理都交给妈妈负责。一个人要准备八人份的菜，妈妈忙得很开心。这种家里突然间热闹起来，其实蛮开心的，因为平常人都很少啊。像卷子如果出国的话，我们家就一两个人这样子，所以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就哇，好像有一个 party 等着我那种感觉。妈妈今天做菜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慰劳刚从国外打完比赛的郑瑶。前两天才从那个澳洲回来，听说那边的温度差不多5度。他这一次打两场，第一场可能刚去的时候天气差30度，第一场打得不好。然后第二个礼拜他又飞到一个小镇吧，那打得还不错，只是他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他说他不满意，我看他不是很开心。虽然比赛结果不如预期，但是大会手册上有关郑瑶的介绍，让其他选手不敢小看他的实力。他主要内文是讲说他是非种子选手，上一次打的时候呢，在第二回合就把第三种子叫做 Mike Cullen 3-0打掉，让人很惊喜的一个选手。怎么没有照片？忘了给职业赛的那个联盟。你想保持神秘感吗？没有，我忘了说，我以为他会沿用我之前的照片。这位到底是谁啊？大家在聊天的同时，妈妈已经把菜都做好了。今天的菜色有竹笋沙拉、鲜蔬拼盘、柠檬鱼、冰醉鸡以及卤猪脚。除此之外，妈妈还做了小礼物要送给来宾。自己做的花束，那个黄玫瑰跟白玫瑰、深山樱，然后这个苦灵子，这个是手工饼干。趁着等待来宾的空档，来回顾一下皇家的来宾名单吧。有小天王周杰伦、主持人虞美人、网球选手卢彦勋、篮球好手林书豪，以及超马悍将林奕杰。究竟会是谁来晚餐呢？快点下好离手，到底是谁？好啊，压好了，你压谁？林奕杰。哦，我觉得是虞美人。你压谁？卢彦勋。就在这时候，谁来晚餐的餐车也出现在楼下巷口了。按了吗？对呀。刚才楼还没了，还没了。楼上的电铃了。哎哎哎！等一下，老板按电铃。好。老板紧张，老板开。这么久还没到，奇怪。他走了。他走了。那你应该下去陪他跑上。这个冷掉，冷掉，有点烫。哦，来了，可以先干了。究竟是哪位嘉宾让皇家这么兴奋呢？别走开，下一段即将揭晓。今天的东道主是台北的皇家，为了帮助儿子郑瑶打壁球，家人自愿成为他的团队。那么会是哪个来宾光临爱运动的皇家呢？可以先看了。今天的来宾就是超马好手林奕杰，现在经营运动行销公司。爱跑步的他，其实和父母的期待背道而驰。得知皇家为儿子全力相挺，让他很羡慕。想知道一下说，在台湾不同的运动的角落，这些运动员啊，然后或是他的家庭啊，是怎样支持他们的？因为这个跟我的以前过往的经验是不太一样的。是。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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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不用拖鞋，没关系，我真卡人，免牵拖。谢谢你光临，谢谢，好，谢谢大家。开心哦。最近有
30年的老手艺了。结婚到现在几年了？30年哦。哦，30了。哇，那我很厉害。30看就知道了。我比较好奇你的故事。我的故事自己都知道。哦，我没有什么故事啊，我故事，但我们叫不一样哈。嗯。因为你们一个快乐的家庭，那我以前比较没有嘛，因为我们家是属于我爸是务农长大的，所以他们对于就是脚踏实地做事情比较对，运动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是切头啦，磨进筋啦。那他们真正要你去务农吗？他们真正接受过他的那个，就是可以去考公务员啊，考公务员可以能够当老师啊，当老师。那时候还没想到当老师哦，顶多就在邮局上班啊，还是那种阿嘎呢，嘿，就像那样哦，就非常反对啊。所以那时候我还离家出走啊。电话来了，我妈打来了，她知道我在说她坏话。已经打错了，结果还是打错电话，对，真会抓死机。虽然被一通意外的来电打断，不过林毅杰的幽默让黄家感受到他平易近人的一面，而林毅杰也侃侃而谈当年他为了跑步的兴趣不惜离家自立生活的日子。高中毕业以后就完全就是靠自己经济来去半工半读，然后要训练要打工这样子，然后晚上开计程车。那路很熟哦，非常熟，台北市的路了如指掌，这样好，所以变成是我们同学以前啊，他们要去哪里都直接问我，打电话问，哎，那个路怎么走？那路怎么走？开玩笑，免费咨询。既然你感觉就是家人也不是很支持的话，为什么会想要走这条路？我那时候其实也是很单纯，就是跑42公里在台湾啊，然后跑一跑，有一次机会跑100公里，又跑24小时马拉松之后。认识了很多外国的选手，你的视野开始慢慢不同，被影响。那时候就真的是误打误撞去跑完这个第一场是7天6夜的沙漠的比赛。那时候去的时候也想说，怎么可能做这件事情？这那么冷，那么热，然后又要干嘛什么的？不可能，而且钱就这么多，要做这件事情，哇！那时候在大学生哪里来的钱？那非要康康啊，非要去，还是后来是去啊？更疯狂的开计程车，对，原本速度是40，开到60，因为你想要加更多的客人这样子。去了之后，那眼界打开，哦，原来跑步可以跑到这种不一样的 condition， 这种 environment 去，对我的那个脑袋瓜跟以前旧有传统思想的冲击，就迎刃而解，就后来就喜欢这个事。跑步让林毅杰的世界越来越广。他从原本几百公里的超级马拉松，到挑战恶劣环境的极地马拉松，创下人类史上首次徒步横越撒哈拉沙漠的壮举。郑瑶很好奇是什么样的动力让林毅杰能不断跑下去。因为你就是觉得说一定要做到最好，或者说就是想要精进，所以你就是做这样子出国这样子。这个因为我把运动又是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你的运动你想要变成是职业，我的运动是职业，我喜欢的事情，所以我就不觉得那是我缠着我的事情，我把它变成是我喜欢的事情，我愿意付出。那当你这个愿意付出这件事情之后，你就不计代价了。2011年4月，林毅杰为了唤起全球重视水资源议题，和3名外国跑者借着长跑横越古丝路10000公里的壮举，来向世人宣扬环保理念。对，当然我那时候去跑这个10000公里的时候，去年啊，那个还是有压力啊，因为那个是整个是我 create 出来的这个 event， 我没跑完大概就我不用回来了，我要住，我就可能住伊朗啊，还是住每天蒙面这样子，怕被人家发现，你知道吗？一定在那边怕这样子，对，所以那个时候压力很大，压力很大，所以我的压力当时你没办法想象有多大，你要想从伊斯坦布 ，OK， 一直到西安，你不知道几公里。你用 Google Map 抓出来，那你要跑150天，那你怎么样去 guarantee 你150天就到城脚下？哇，那个压力很大，没有6日，还要被人家下毒啊、昏倒、送医啊，这个鼻胃管啊。在伊朗的时候，因为遭到被开除的司机侠院报复，饮用水被下毒，使得林毅杰与同行跑者倒地送医，经过医院4小时治疗后，才没有大碍。
台湾最好照的音啊。没了。没有，那都是经验。现在不能跑了，现在就是现在只有推广跑这件事情了。哦，那除非我要再继续跑，要转动那个马达再继续的话，我想一定要有什么目标，我才去做。像你这样在国外啊，上次这样子被人家好像吓到，下毒啊，然后就这样抬着，妈妈的感受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不会跟他讲啊。这种事情就是发生了，妈妈当然会知道说哦，很心痛这样，我想会，但是也不用想太多，因为毕竟就是安安全全、平安的回来这样。但是你见到面，他还是会，我都看到新闻上或听到不会问，他不会问，我爸妈不会问，到现在也不会跟我问跑步的事情，因为其实我平常不会讲这些事情的。嗯，我平常很少在说我跑步的事情。嗯，为什么？我觉得那很无聊，因为没人听得懂。除非也是选手吧。对，除非选手。那所以我重点来了，我周边都不是选手，全部都一些，对不对？就是一些上班族啊，哦，这些同事啊，或者是我们合作的单位这样子，所以没人办。即使林奕杰遭遇的痛苦一般人很难理解，但是他对跑步的热情执着却是感动无数人。姐姐很好奇林奕杰如何兼顾兴趣和面包。但是像你兴趣你要维持说他又是职业的 income 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维持说他的兴趣的单纯性，让你可以一直有动力。像 James 也是超喜欢壁球，但是你说他一直为这个事情烦恼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会有一个状况是没有余力去做其他的任何东西，这样 promote 的部分就会很累。真的是要有一些方法哦。那你还不出来可以教球去赚钱？我们长跑，你教人家长跑的话，大家就你在惩罚他。其实那时候我就会发展另外自己的工作的身份。对，好，那无论是教书，那或者是。就是可能就是到社会上去工作，所以我以前出来社会之后，我就去从事广告活动啊、行销这个行业。你也是一样，就是说你可能要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刚才姐姐讲的 marketing 啊这件事情这样子。那至于怎么做，因为故事是你自己，你是主角，你必须要花脑筋去想这件事情，你自己要去慢慢去想，因为热情没有办法去传递给别人。嗯，但是那你怎么传递？你要去想。哦，你怎么会传递这个热情给别人？除此之外，林奕杰也鼓励郑瑶多拓展生活圈，和不同的人接触。你要 enjoy 你的 life， 那你才会去走得更远。你没有 enjoy 你的 life， 每天就是呀，我就是要当一个这个壁球的神。嗯，那你终有一天就孤独到死。现在差不多这个。对，你要去跟，你要去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家人去 share 你的 life。你有从事别的运动吗？以前比较有，现在比较少。就打篮球啊，然后游泳啊，嗯、像我去骑脚踏车，然后参加人家那个脚踏车俱乐部，啊，不然就是去游泳也会啊，登山啊，然后登山又有很多不一样的朋友，因为登山就是什么医生啊，嗯，哦，现在的林奕杰已经卸下超马选手的身份，专心经营自己的行销事业，而他的生活也从刺激的冒险逐渐回归简单。我六日我就。真的是喜欢待在家里，就不想出门，因为已经绕过太多地方了。有时候会啦，会有想说，至少一天可以跟家人吃饭这样子。哦，那很好。对啊，就是晚上假日一个晚上或者什么。他有家人可以陪你吃，我就没有，所以就只有朋友而已。我周遭大概只剩下朋友，朋友顶多就一卡家，辛苦了，就这样而已。可爸妈的支持是有爱的支持。那不一样，那所以那个精神层面是很饱和的，很多方面不止爱啊，我觉得很多部分的支持，那很饱和的，那要可能要1000个朋友才堆上去的，可是可能是因为爸妈支持，两个人可以就堆满了，所以是很幸运的，那也是促使你可以追梦去往前走。你今天要是说的没有爸妈支持的话，这么样子去有精神上给你支持的话，你要问自己，你还能走下去吗？那这样子你就继续走下去了。这餐饭接近尾声，郑瑶深刻的体会到，虽然他的壁球路很孤独，但是跟林奕杰比起来已经算幸运了，因为他有家人满满的爱。
他们家人的这个向心力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够的，那凝聚力是很棒，而且很有家庭观念。那这个是让我很羡慕的事情，因为我很难有就是全家可以坐下来好好吃这一顿饭。25年以上没有做过这件事情，快25年。所以我来的时候，我是很珍惜，就是他们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感觉。非常感谢他来，真的很高兴，带给我们很多的这种想法。他是，很有想法的一个运动家。觉得他这个人除了在训练上面非常的了不起，在比赛这个成就上面，然后到他现在工作上面，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个转变非常的厉害，是很值得，有很多地方是我要跟他学习。超开心的，真的是上了一节课。现在我觉得，如果在台湾这个环境，你要做第一个领头羊的角色，真的不能只有这样子的执着而已。他也不吝啬在分享一些过程，我觉得应该大家都有很大的收获。我自己做的话，它这个是手工饼干。哇，谢谢。刚拿捧花的感觉，我假了。那这个是我去跑丝路的时候拍的这个照片，然后做成那个明信片跟那个邮票。要签名吗？对啊，当然要啊。林毅杰用他的生命故事为郑瑶开启更多的可能，而黄家的这一餐则温暖了林毅杰的心，为双方留下了深刻的回忆。